要看一下哦，它的那个微生物必须要去控制它，就是跟它的品质有关系。那一般品质的一个冰淇淋呢，它的菌数必须要控制在10-18以下，也就是说要控制在2毫升/1万个以下。那一般呢，冰淇淋里面它其实温度是很低的一个产品，它这么比如说它是在负的18度以下，在冷冻的一个状态之下，它的菌其实是不容易被长起来的哈。但它的菌数如果会增加的话，通常是因为用的细菌它不够干净，因为比如说你在使用之前没有给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洁，导致它里面有微生物的一个残存，或者是我们在做混料的时候，这些混料呢是很营养的一个东西，那你在加热的时候呢，如果说它菌不完全的话，也会使它这里面原本所带有的这种微生物量呢会比较高，那冰淇淋里面你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所以冰淇淋里面的微生物呢，一般说起来它应该是很小了，除非是它是来自于原料或者是来自于容器。好，那你们常看到的一个冰淇淋呢，比较知名的可能像你们比较知道的冰淇淋，谢谢。好，那在台湾呢比较有名的大家就小美冰淇淋，那像台湾比较常见可能还有珠宝节，那像那 Costco 也是常可以看得到的，它是比较走高品质价位的一个那个冰淇淋的品牌。那另外哈根达斯呢，现在它被誉为在冰淇淋界最高品质的那个像是冰淇淋里面的那种像劳斯莱斯的很贵的一个东西哈，那为什么他们冰淇淋呢可以做出这么多不同的一个品牌啊？这是跟他们的设计有关系啦啊。那小美冰淇淋呢，其实在台湾它的一个设计呢，并不算太久，它成立不算太久，大概是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创始人呢是叫陈阿祥，前辈人名很可爱。他呢有其他的兄弟呢，他们五个兄弟总共有6个人啊。他们一起在台北桥下面卖刨冰，那卖的不错啊。当时在卖的大概是所谓的鸡蛋冰最流行，那后来呢，他们觉得在台北桥下很卖的还不错，他们就跑到台北市都不能去开个店。那开店呢，还是先卖那个鸡蛋冰，但是有一次呢，他们就去驻台美军流出来的那个福利品，就去买他们吃的那个买他们驻台美军的那个福利社所卖的牛奶冰，就发现他们的牛奶冰跟我们台湾的鸡蛋冰的口感不太一样。那个美国人他们吃的是比较，就是他们的质地比较细啦，而且他们就觉得说，那鸡蛋冰可不可以做成像这么细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在1948年推出台湾本土第一杯自己制作的冰淇淋，就是香草冰淇淋。一推出来之后呢，就很受欢迎，因为质地跟牛奶冰那种比较硬质的冰块、冰丝比较大的那种形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时呢，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哈。好，那在台湾呢，1970年代呢，这个小美冰淇淋呢，可以说是独霸市场，因为那时候进口的冰很少，几乎都是要吃本土的冰哈。那所以小美冰淇淋呢，市占率就高达81%哈，而且还提升到台湾百大企业哦，卖冰淇淋的变成百大企业。那当时呢，它这个小美冰淇淋的经销商啊，他如果要去卖他们这个小美冰淇淋，都要找给那个，就是你要找一个那个，等一下我们现在所谓的加盟价，好，它的加盟价呢要200万，所以在当时这个钱是非常大的一个钱哈。那在电影院呢，以前你们进电影院要唱国歌嘛，现在进电影院都不用唱国歌，可是以前呢，在进电影院前要唱国歌，他都还会放小美冰淇淋的广告，所以就会听到小美冰淇淋、小美冰淇淋这一首歌哈。好，所以以前呢，早期
这个小美冰淇淋在台湾呢的确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因为台湾有很多不同的产品进来了，所以小美冰淇淋它逐渐被取代掉。好，那在1988年的时候呢，杜老爷呢在台湾成立，那他算是很晚进入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冰淇淋。那他当然他也依照他的产品特性，他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像特级冰淇淋，可能比较接近像美式冰淇淋，属于糖含量比较高的哈。那意式冰淇淋呢？意式冰淇淋跟美式的冰淇淋有差别，美式冰淇淋它的脂肪含量通常会比较高，意式的冰淇淋他们通常规定它的脂肪含量必须小于8到10以下，好，所以它的那个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好像有差别。好，那像那个创世奇泰啊，就是冰淇淋在杜老爷冰淇淋里面的一个部分哈。那你们现在到那个超市去买啊，都很容易可以看到他们的桶装冰淇淋哈。好，那个 Cold Stone 呢，这个是美国那边所形成的吗？好，那它是创始者呢算是一个很喜欢吃冰淇淋的夫妻哈，他们呢经过多年的研发之后呢，就创立了 Costco 这一种口感的一个冰淇淋哈。那在1988年的时候，第一家 Costco 呢，随 Germany 这个冰淇淋专卖店在美国呢成立哈。那 Costco 呢，他们有一些，因为他们都是专卖店，好，那专卖店呢，你必须要做一些噱头来吸引客人的注意哈。所以他们呢有所谓炒冰淇淋，没听过吧？好，冰淇淋，那他们会在比如说他前面这个，这边他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哈，可以上去看一下。那这边呢是我们简报栏的最后一页哈，那这个讲的是炸冰淇淋。那在炸冰淇淋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在夜市里头会有遇到，那个可能外皮呢它炸得非常的酥，然后有点高的也很酥，然后里面的切开它就会有冰淇淋流出来，这个就是属于炸的冰淇淋。但是这炸的冰淇淋呢，就是你在家内可以自己做嘛，做法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你可能就先用香草冰淇淋先去沾，外面就沾奶粉，把它沾好之后，你就放在烤盘上面，先放在冷冻库放2小时，这个冰淇淋奶粉跟这个冰淇淋紧密结合，然后呢再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再去沾一些打散的蛋白，这蛋白呢是增加它的体态嘛，粘度，然后沾上去之后你才能够再沾那个奶粉嘛，好，然后再沾上奶粉，然后再形成一次的厚壳，你再把它放进去冷冻，再冻个2个小时，然后再沾蛋白奶粉，然后再去冻。那这样子冻完之后呢，它外壳就形成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外壳，之后你再拿去冻，再拿去炸。那这个炸的油锅呢，一开始热油，让那个油叫很热，很热的这个热油呢，你把冰淇淋球把它丢下去，很快的烫一下就把它捞起来。好，那它外面呢其实都是油分，好，那你稍微又把它放掉一些哈，就是吸掉一些，再去沾一些你喜欢吃的那个调味酱，你就可以吃了哈。那这个炸的冰淇淋呢，因为它炸完之后，里面的热，里面还是冰的，但是慢慢的呢，那个热就会跑到里面去，所以吃的时候呢，要赶快把它吃掉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炸冰淇淋的样子，或者是在餐厅里面吃到的，好，那种炸冰淇淋的样子哈。那它就是用那个外面你就用面包。它通常都是用面包。好，那你要做的话呢，就是先挖一球的冰淇淋放在吐司上面，然后呢再拿另外一片的吐司盖起来，就是取代上面那个蛋白跟奶粉的那个厚壳。那放上去之后呢，就用一个小碗把它用力压紧，里面不可以有空气哈，有空气的话到时候再炸的时候会有那个空气味，而且它热度会传到冰淇淋，所以要注意不可以有空气，然后再冰到冰箱里面去，这个都是一样，要给它冰到很硬，冰到很硬的状况之下，你炸起来才会酥嘛。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你炸冰淇淋的那个油温度要很高，
温度很高，这样站起来才会舒服。也不能站太久，因为待会里面的冰就会融化了。就只要这个外面的那个的样子呢呈现金黄色，你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吃了。这是大冰淇淋的一个形态。好，所以大冰淇淋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样子。好，那你们下一次要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啊，你们的那个本子是一本吗？好，那一本里面呢就有那个冰淇淋的配方，好，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配方，待会我们再来讨论。好，那现在呢，你们在外面买的时候啊，会有买到一些的所谓的那个冰淇淋粉，可能叫麒麟星，或者是叫那个 MSMF， 好，这种叫冰淇淋粉。那冰淇淋粉呢，它是什么东西？好，那这冰淇淋粉呢，它里面就已经含刮很多的那个成分哈，比如说像我们所要的乳化剂，冰淇淋里面还会用到安定，这是比较工业化的一个产品，安定剂。啊，比如说像糖类，它都已经配好了。像一些油脂跟天然香料，好，那这个每一家他们这一些东西的比例呢都是属于营业秘密，所以你可能就看你喜欢的冰淇淋厂家，好，那就可以去买他的那个冰淇淋粉，冰淇淋粉来制作。好，那这个固形粉啊，其实这些就是它的一个固形粉，那代表的就是什么？这些算固形粉哈。那所以跟我们成品的那个口感就会有关系哈。所以这个关系到我们产品的口感，它的那个绵密度。跟那个黄色感，所以冰淇淋粉它的一个选择呢也算是蛮重要的哈。那一般说起来，如果说你是买外面的冰淇淋粉的话，你在制作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可以用到牛奶，牛奶用一公升，或者是有的冰淇淋粉呢，它会建议你用水，因为它本身调的味道就已经很重，好，它可能香料里面就加了一些牛奶的香精料，所以它那个味道非常重。如果你再加牛奶的话，那个味道会有点 over 哈。那冰淇淋粉的话呢，是属于固形粉的部分哈，所以它就加100克，然后再加上糖。它这边的糖呢可能没有到很多哈，在它这边添加的是220到225克，可是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将近20%到20%左右哈，所以算是比较高比例的一个那个糖粉，还是比例比较高哈。那如果说你不要吃那么甜，你这个糖可以降下来，你可以把它降下来。然后这个糖呢，如果太甜的话，其实对冰淇淋口感来讲的话，它并不是很好。这个是可以升上去的吗？好，按旁边的就可以了。我以为按这边啊，所以这个糖呢其实跟你的那个口感会有关系哈。那我们糖的话呢，它的种类很多哈，你可以用比如说像砂糖，可以用冰糖，或是葡萄糖，
以用红糖或蔗糖。说起来呢，这里面有单糖也有双糖，对不对？像葡萄糖它是属于单糖的部分。那单糖的话呢，它其实是很容易被消化吸收的，所以单糖呢，它会很容易被吸收，所以它很容易导致我们血压的上升。这边的话，如果说你加的是这个220到225克的一个糖呢，你的配方呢可以用什么？用你的这个白干，170克，好，再加上葡萄糖。去做实验的时候，大概不会提供葡萄糖，因为这边好像没有葡萄糖。我问了一下他们，身上好像只有砂糖而已，而且到时候你们利用砂糖。那如果说不想产品太甜的话，你可以把糖的那个比例稍微降一些。好，那在这边呢，刚才有讲到那个哈根达斯的一个固形分，对不对？哈根达斯它的固形分很高哦，它大概有
是说你这样的一个重量就是克嘛哈，那这样子打出来呢，大概会有两公升，就是大概是两公升的一个量。那这两公升里面的一个固体分大概只有410克，所以大概降一下多少？20几%，所以大概，所以像一般的那个配方做起来大概就是20几%，那像它跟大体的话，它光固形分的部分就是人家的一倍，所以它的固形分含量是比较高，也是相对的，所以它就比较贵。好，这是那个冰淇淋，如果说你们在外面买到冰淇淋粉的话，它的一个设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你们有带那个实习手册吗？没有。那在下个礼拜你们是那个考试嘛，然后接下来下一个礼拜呢，你们的那个实习呢是做冰淇淋实习，如果我没有掉课的话哈，还是做冰淇淋实习。那冰淇淋实习的话呢，我们会给你们的材料会包括奶粉、奶油、砂糖、水、麒麟心。麒麟心呢，大概就是像这边的冰淇淋粉，不过它没有，它可能主要是以安定剂、乳化剂为主哈。然后有一些乳化剂哈，跟果糖。会有一组呢，一样哈，你们会有所谓的生奶，你们听科大的生奶哈，然后也会有那个脱脂奶粉，这个乳油可能额外另外再买哈，然后糖类的话呢是砂糖。那为了不要太甜哈，所以还会提供一些果糖，你们可以做配合。那水的部分还有麒麟心，好，这个是安定剂跟香料哈。那这个是你的主原料的一个配方。那在生奶的部分呢，到时候在做的时候，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直接用脱脂奶粉跟水，好，那它的那个生奶就是零。好，那有的组别呢可能就是用生奶去取代水，那你取代水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脱脂奶粉啊、乳油还有水的部分就要把它扣掉。好，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去计算这个量哈。好，那比如说像脱脂奶粉，如果说它是没有生奶的部分，它的那个重量呢大概是140克。好，那这个奶油呢是85克，砂糖85克，果糖25克，水是650克。
655份。这个是6份，它是2份。好，那如果说到时候呢，要提供你们生奶，比如说像这边水份是655，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加的是牛奶的话，牛奶里面有多少%的水？87、88都对啊。那个你们平科大的生奶，听说它的户型份比较少一点，所以你们要用89还算啊。好，所以这是平科的生奶啊。啊，平科大的生奶呢，你就是算它的那个水分，大概是89%。好，那个里面含的那个脂肪呢，3%。好，那所以其他的那个副型份的部分，就是8%，这样 OK 吗？好，所以如果说你们要取代这个水的部分，水分要占655克的话。那你要加多少量的那个生奶进去？好，这个可以待会可以算一下哦。那等一下算完呢，可以跟那个跟小老师说，你们到时候要怎么做哈？那这个呢，你们在算那个水的时候哈，就是把那个水取代掉，然后你就看你加进去的是多少的多少的乳量。那那个乳量呢，它里面的那个无脂乳副型份的部分要去被这个扣掉哦。好，所以你们加的奶粉量要降下来。另外呢，这个生奶里面它也含有3%的那个脂肪，所以这个85克里面也要去扣掉你所加进去的那个脂肪的含量。好，那糖不会，糖不变，那其他的也不变哈。所以这里面呢，当你有添加生奶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去计算这几个啊，这三个，这个量呢就会改变。好，那有些组别呢，你们有六大组嘛，哈，所以有些组别呢是做就是纯生乳的，那么生乳没有办法完全取代那个乳粉，所以那个乳粉还是要添加，但是它这里面的水是完全被取代的哈，这种是纯生乳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生乳一半，生乳的水占一半哈，它的水是一半，好，那另外这边的水呢，就是一般的水。RO 水啊，组成的 RO 水嘛 ，RO 水呢占一半，就是两个之间嘛。那另外呢，一个就是纯的，就是照它这个原配方原乳还原乳的部分，像还原乳就是纯啊，原配方嘛 ，RO 水。所以就分成这样子，然后可能口味呢可以去变。那值日组呢，依照老师的说法，依照林美珍老师的说法，好，值日组呢要去做这个RO的部分。所以待会你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个口味啊，口味的话，你们可以自行去调配。好，那这他们我不晓得，他们好像跟我讲说，他们就只有那个调味果汁的部分吧，只有调味果汁。那如果说你们想添加其他什么巧克力，巧克力可能要去问他所讲，他们看有没有巧克力可以添加哈。那其他的。那如果你要做其他什么草莓口味的啦，其他果酱类，或者像那个小朋友要添加那什么巧克力球的啦，都可以自己来添加哈，这都可以自己做。好，那除了做冰淇淋之外呢，还有要做冰棒。好，那冰棒的话呢，楼下还有一台那个原乳机，就是直接制冰的那个机械机器，
好，那那个制造呢也还蛮快的哈、哦。那这个冰棒的话呢，一样哈、哦，它是用它用到的也是差不多，就是麸质奶粉、哦、砂糖、玉米粉。好、哦，那玉米粉的话，玉米粉中性 CMG 是那个乳化安定剂哈、哦，然后水跟调和调味剂等等。那这些的那个重量啊，也是一样。冰棒呢，你也是一样用同样的，它这边有个配方哈、哦，那你在算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用到的是生奶，也分成那样的一个三个组别，好、哦，那这时候你们就可以是可以互换嘛，就每一组都要做冰棒跟做冰淇淋，好、哦，每一组都要做冰棒跟冰淇淋。啊，口味的话你们自己去挑，那可能就两组做那个生乳的，两组做这个啊，两组做这个。那冰棒的话也是一样。冰棒的话呢，那个口味啊，如果说像你们常看到的什么，哇，那种红豆冰棒，好，那你们可以带红豆来，好，但是你们知道带生的红豆来，你要煮很久，来不及煮好，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已经煮好的那种蜜红豆，好，直接拿那个来做哈，冰棒 OK 的哈。跟楼下学长去先讨论一下，好，那你们就先讨论一下你们这六组里面，好，这冰淇淋的部分，好，要做这两组，这两组，两组，两组，冰棒也是哈，两组，两组，两组，好，那看那个配方，那算一下，然后给那个学长他们检查一下，看他们你们算的对不对，好，就是算这边的配方。